alle zusammen. Herzlich willkommen zu unserem Deutschkurs. Hallo, liebe Kursteilnehmerinnen und Kursteilnehmer. Willkommen zurück zu unserem Deutschkurs.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德语课堂。Heute fangen wir mit der Lektion 21 an. 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21单元的学习了。Das Thema für diese Lektion lautet Berufe. 那这一单元的主题是职业。Ich bin Deutschlehrerin. Und was bist du von Beruf? 我是德语老师。那你又是什么样的职业呢? Welche Berufe kennst du? 你又了解哪样一些职业呢?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大家将了解到不同的这样一些职业和他们的工作范围。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吧。Zuerst eine kleine Einführung zum Thema. 首先呢,是对我们本单元主题的一个小小的引言。Und dann, Wortschatz. Hier kennen wir unterschiedliche Berufe und unterschiedliche Tätigkeiten. 第二部分呢,是词汇。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了解到不同的职业以及他们的工作范围。好,第三部分又到了我们的听力练习了。Hier hören wir Text A.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听到 Text A 这样一篇听力文章。好，首先请大家看到书上的134页，我们来到 Einführung 引言这一部分。好，引言部分的话，这里有一幅图。Sehen Sie sich die Bilder an und beantworten Sie bitte die Fragen. 请您看这些图片，并且回答下面的问题。好，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幅图。好，我们要回答哪样一些问题呢？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问题是 Was ist die Frau oder was ist sie von Beruf? 这位女士的职业是什么？好，请大家看这幅图片，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有答案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应该是什么样的职业呢？ Sie ist Lehrerin, 她是老师。我们从图片上面应该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位老师的职业。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的问题 ：Was macht sie in ihrem Beruf？ 在她的职业上面，她应该要做什么呢 ？Oder was muss sie alles machen？ 她得做些什么？大家通过图片上面的描述以及大家平时对老师这个职业的了解，回答一下老师她的工作范围又是什么呢？好，大家有答案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文字老师给出来的参考回答。Sie muss Unterricht geben? 他必须要上课，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动词 unterrichten。Den Unterricht vorbereiten, 准备课程。Und noch die Hausaufgaben korrigieren, 还要修改家庭作业。好，文字老师在这里就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大家是不是还写到了其他的呢？好，这是针对这幅图的几个简单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来回答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Was sind Sie vom Beruf? 那您的职业是什么呢？ Was müssen Sie in Ihrem Beruf machen? 那在您的职业上面您需要做些什么呢？也就是说您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呢？好，这两个问题的话是针对现在已经有了工作的同学。那如果没有工作的同学呢？不要着急，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为你们准备的。Was möchten Sie werden? 您想成为什么？ Was möchten Sie in diesem Beruf machen? 您想在这样一个职业上做些什么事情呢？先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好，大家回答好了吗？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Schreiben Sie bitte die Berufe auf, die Sie kennen. 请您写下您认识的一些职业。在我们新球经课本的第一册的话，有一单元就给大家介绍了不同的一些职业名称，请大家回忆一下，把你所知道的一些职业名称先写下来。待会儿我们在讲词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对照自己写的，看哪样一些是你已经知道了的，哪样一些还需要进一步去复习一下。
好，大家写好了吗？接下来我们看到134页下面的 Wortschatz 词汇部分。这一题的话，它有一些图片，那在图片中间呢，有一些表达，这些表达呢，都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工作行为。好，这里要大家回答的问题就是 Wer ist was? 谁是什么职业？以及 Wer macht was? 谁做什么事情？也就是 unterschiedliche Berufe, unterschiedliche Tätigkeiten, 不同的职业以及不同的工作范围。好，文子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先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行为，那具体和图片的搭配的话，大家课后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工作行为是 Haare schneiden, 剪头发。 Wer schneidet Haare?好，大家想想哪样一种职业是剪头发的呢？这个名词我们已经学过了，对，就是 der Friseur, die Friseur, 理发师。那这一个的话，它是男性的，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 die Friseurin, die Friseurin。那这个职业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我们就可以以下面这样一个句子表达出来 Friseur schneiden Haare。理发师剪头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二组 Termine machen 定日程。那这样一种工作一般来说是由谁来承担呢？对的， Die Sekretärin, Die Sekretärin, 女秘书。当然也有男秘书，它对应的男性的就是 Der Sekretär, Die Sekretär。 这个名词我们也已经学过了，那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说 Sekretärinnen machen Termine，女秘书们定日程。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Rasieren。 好，这个词的话，它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直接就表示刮胡子，也可以作为及物动词来用，就是后面加一个 jemanden， 给谁刮胡子。刮胡子修面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自己去做的，那如果一定是有人帮你做这件事情的话，大家想想可能是哪个职业的人呢？对的，还是上面的 der Friseur 理发师，所以我们可以说 der Friseur rasiert den Kunden， 理发师给顾客刮胡子。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Kinder erziehen， 教育孩子。 erziehen 的话偏重的是德育方面的教育，大家想想除了父母以外，还有谁会来教育孩子的品行呢？大家想到这样一个职业了吗？对的，它就是 die Kindergärtnerin, die Kindergärtnerinnen, 幼儿园的保育员，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当然也可以是男性的，就是 der Kindergärtner, die Kindergärtner。 好，我们同样有下面的句子 Kindergärtnerinnen und Kindergärtner erziehen Kinder。 好，我们看到下一组 Kassieren。 Kassieren 的话，它指的是收银收款，那它对应的这样一个职业又是什么呢？这个词之前我们也接触过，大家回忆起来了吗？对的，就是 der Kassier, die Kassier, 就是男性的收银员。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 die Kassierin, die Kassierinnen。 好，同样文字老师给出了下面这样一个句子 Eine Kassierin kassiert an der Kasse, 一个收银员在收银台收银。这个句子里面就包含了由 Kassierin 派生出来的另外两个名词，一个是 Kassierin 收银员，还有一个是 Kasse 收银台。大家可以把这个句子记下来，那么这三个词也就都掌握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Eine Webseite gestalten， 制作网页。 Gestalten 是制作制定的意思，那制作网页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职业呢？好，大家有想法了吗？对的，应该是 der Programmierer， 程序员。好，同样我们有下面的句子 der Programmierer gestaltet eine Webseite für eine Firma， 程序员为一个公司制作网页。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Haare frisieren， 理头发做头发。好，大家看到 frisieren 这样一个动词马上联系到了哪样一个名词呢？是不是想到了 der Friseur， 理发师？对的，这个词呢，它就是理发师对应的这个动词理头发，
很多人在理头发的时候还会做发型，比如 Velen 卷发。那这种卷发的话是把头发卷成波浪形的，像波浪一样的。那还有一种呢做发型的方式就是 Locken， 使头发卷曲。那这个 Locken 的话就是做成那种小卷。好，同样我们有下面的这样一个句子， Der Friseur kann Haare schneiden, Wellen und Locken。 理发师呢可以剪头发，把头发做成波浪形，还可以把头发卷曲。那这些呢都是属于 Frisieren 的内容，就是理发的时候会做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Gemüse Getreide anbauen。 Getreide 在这里是粮食的意思，种蔬菜种粮食。那种蔬菜种粮食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对了，那他就是我们的农民伯伯。农民这样一个名词大家回忆起来了吗？对的，就是 Der Bauer Die Bauer。 那女性的就是 Die Bauerin Die Bauerinnen。 同样我们有下面的句子， Bauer bauen Gemüse und Getreide an。 农民种植蔬菜和粮食。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Eine Grafik erstellen，制作制定图形。 Erstellen 也是制作制定的意思， Graphic 图形。那制作图形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比如说有 Der Ingenieur Die Ingenieure 工程师。那如果是女性的工程师就是 Die Ingenieurin Die Ingenieurinnen。 那工程师在动工之前肯定先要画图形规划好。那我们有下面的句子，Die Ingenieure müssen eine Grafik fürs Bauen erstellen。 工程师要为建造画图形。好，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Ernten 是一个及物动词，收获收成。那谁又经常会和这样一个动作联系在一起呢？对的，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Bauer 农民。那这样一个句子就可以说， Die Bauer haben im Herbst viel Getreide geerntet。 农民们在秋天收获了很多的粮食。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Mit Kindern spielen， 和孩子们玩耍。那哪样一种职业经常会和孩子们玩耍呢？是的，又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Kindergärtnerin， 幼儿园的老师们。好，那这样一个句子就说， Die Kindergärtnerinnen spielen mit Kindern。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Schweine züchten， 饲养猪。对的，我们的农民伯伯们 Bauer 可以养猪。那对于饲养员这样一个职业，它的名词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 Der Züchter， 饲养员 Die Züchter。 那女性的就是 Die Züchterin Die Züchterinnen。 那同样我们就有下面的这个句子， Der Züchter züchtet viele Schweine， 这个饲养员养了许多的猪。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sich um Kinder kümmern， 照顾孩子。那帮你照顾孩子的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谁呢？对的，又是前面出现的 Kindergärtnerin。 好，同样我们就有下面的句子， Die Kindergärtnerinnen kümmern sich um Kinder。 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Waren sortieren， 整理分类货物。这份工作又是谁的任务呢？我们知道售货员除了卖东西之外，他还需要整理和分类货物。那售货员这样一个名词大家还记得吗？对的，就是 Der Verkäufer Die Verkäufer。 那女性的就是 Die Verkäuferin Die Verkäuferinnen。 Zum Beispiel Verkäufer müssen jeden Tag Wagen sortieren， 售货员每天还要整理货物。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Umfrage durchführen，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这样的工作谁又经常会做呢？好像记者的工作里面也包含这一部分哦。记者这个名字大家还知道吗？ Der Journalist Die Journalisten， 或者是女性的 Die Journalistin Die Journalistinnen。 好，同样我们有下面的例句， Der Journalist führt gerade eine Umfrage durch， 这个记者正在进行一项问卷调查。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Kunden beraten， 给顾客提供咨询。那谁的工作范围里面又包括这一部分呢？是的，还是前面提到的售货员。那售货员要成功把东西卖出去，当然要给顾客提供咨询呢。那这样一个句子我们就可以说，
Die Verkäufer beraten auch die Kunden. 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Häuser bauen， 建房子。建房子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马上想到是建筑工人，对不对？那建筑工人这个名词又怎么来说呢？对的，那就是 der Bauarbeit， die Bauarbeit。好，大家注意 ，bauen 的话是建造的意思，那它对应的建筑工人就不是直接由 bauen 变来的 ，bauer 是农民。那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建筑工人的话，要在 bau 后面加一个 arbeit， 那就是这里的 Bauarbeit。Zum Beispiel Bauarbeiter bauen Häuser， 建筑工人造房子。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interviewen， 采访。同样，这是一个及物动词。那经常进行采访的是谁呢？是的，大家肯定马上想到了是 journalist， 对不对？是记者。那这个例句我们就可以说。Ein Journalist hat einen Fußgänger interviewt. 一个记者呢，采访了一位行人。好，我们再看到下面的 programmieren 编程，或者是 Programm schreiben 写程序。那写程序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Programmierer 程序员。同样，这个句子我们就可以说 Ein Programmierer programmiert oder schreibt Programme.程序员在写程序。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Wagen verkaufen， 卖货物。卖货物的是谁呢？大家肯定马上想到了，是 Verkäufer。 Zum Beispiel Verkäufer verkaufen Wagen， 售货员卖货物。好，我们再看到下一组 Häuser 房子， Brücken 桥梁， Straßen 街道， Planen。 Planen 在这里是规划的意思，规划房屋、桥梁、街道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的，就是建筑工程师。那建筑工程师用德语又怎么说呢？ Der Bauingenieur, die Bauingenieure. Zum Beispiel, Bauingenieure planen Häuser, Brücken, Straßen. 好，我们再看到最后一组 Bericht schreiben, 写报道。写报道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对的，同样还是 journalist 的工作。那我们就可以说 ,Ein Journalist muss auch Berichte schreiben, 记者也要写报道。好，请大家把这样一些表达再读一遍，理解一下他们的意思以及对应的职业名称。大家读完了吗？文子老师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来检测一下大家刚才学习的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些问题吧。 Beantworten Sie bitte folgende Fragen. A. Was macht ein Bauingenieur? Bitte antworte.好，你回答好了吗？对的 ，Ein Bauingenieur plant Häuser, Brücken oder Straßen und erstellen eine Grafik dafür。你也是这样回答的吗？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B， Was macht ein Friseur？ 理发师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 ，Ein Friseur kann Haare schneiden。Frisieren, zum Beispiel Wellen oder Locken und noch die Kunden rasieren. 好，这些工作范围你都回答出来了吗？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C. Was macht eine Kindergärtnerin? 一个幼儿园的保育员或者幼儿园的老师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同样可以说 ，Eine Kindergärtnerin kümmert sich.Die Kinder und erzählt sie auch. 你也是这样回答的吗？在学习完有关工作内容的这样一些表达之后，我们进入本节课的第二部分，听力。请大家翻到书的135页，看到这样一篇听力文章。Text A. Der Holzfäller, 伐木工人。
同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当中将会出现的新词 Neue Vokabeln。 第一个呢，就是这样一个标题的名称 Der Holzfäller， Die Holzfäller， 伐木工人。那它的话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呢是 Das Holz， 木头，还有一个这个 Fäller， 它实际上是由动词 Fällen， 砍伐变化而来的。砍伐木头的人当然就是伐木工人呢。当然更严格来说的话，伐木工人伐的是树，所以这里我们有 der Baum, die Bäume, 树木。那具体来说就是 ein Holzfäller fällt Bäume， 伐木工人砍伐树木。好，我们再看到下面一个词 Scharf， 锋利的。我们之前学过 Scharf 表示的是辣的，那这里是它的另外一个意象，锋利的。那锋利的就有下面的这样一个 die Axt，Die Axt， 斧头。好，下面一个形容词 Blitzschnell， 闪电般快的。同样这样一个复合词呢，它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 Der Blitz， 闪电， Schnell， 快的，像闪电一样快的。好，下面一个副词 Überhaupt， 根本，完全。 Zum Beispiel Er kennt überhaupt niemanden hier， 在这儿他根本谁都不认识，一般是用来表示程度的这样一个副词。好，我们看到最后一组 die Sahara， 那大家通过翻译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它的意思呢？对的，它指的就是撒哈拉。 die Sahara ist eine Wüste， 撒哈拉是一个沙漠， die Wüste， 沙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这篇听力文章有哪些任务我们需要完成呢？在听之前的话，有一个小小的 Einführung 引入。Erklären Sie bitte， 请您解释。A. Was macht ein Holzfäller？ 伐木工人是做什么的？对的， ein Holzfäller fällt Bäume， 是砍树的。B. Wo arbeitet ein Holzfäller？ 伐木工人在哪里工作呢？ Ja, er arbeitet im Wald， 他是在森林工作。C.Wie sieht ein Holzfäller aus? 伐木工人长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联系书上135页的这样一幅图来看一下。对的，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Er sieht groß und stark aus， 是不是看起来又高大又强壮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要完成的听力题吧。Hören Sie die Geschichte und beantworten Sie bitte die Fragen， 请您听这个故事，回答下面这些问题。A. Wie sieht der Mann aus, der als Holzfäller arbeiten möchte? 这样一个想从事伐木工人工作的男的长什么样子呢？ B. Welche Arbeit bietet ihm der Chef an? 这个老板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工作？ Anbieten 是提供的意思。 C. Möchte der Mann diese Arbeit annehmen? Warum oder warum nicht? 这个男的他想要接受这样一份工作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D. Der Chef glaubt ihm nicht. Was tut der Mann dagegen? 老板不相信他。那这个男的他对此又做些什么呢？ E. Welche Frage hat der Chef? 这个老板有什么样的问题？ F. Was antwortet der Mann? 那这个男的又是怎么回答的呢？接下来就请大家听文章回答上述这样一些问题。听完之后，请大家自己对照文字老师后面给出的参考答案，文字老师在这里就不再一一给大家解析了，因为同样后面有听力原文供大家参考。好，大家听完了吗？你相信里面的这个男的说的话吗？这些问题你都回答出来了吗？